高，中间是太阳，那个是地球，那个是月球。就是那种啊。因此，一般将春季称为万物复苏的季节。春分后代表春天已经过了一半。中间那个是太阳，哦，红红的是太阳，啊，右边的是我们住的地球，小小的是月球，哦，这样知道吗？小小的是月球。夏季是一年中最炎热的季